各位大家下午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 City Mall， 就是要介绍我们的 SPlus 其中一位商家 Gam Tong Hong Kong Recipe。 OK， 他的老板在1993年就去了香港学功夫。 OK， 在2016年就去了万国，又开了他的第一家分店。 OK， 在短短的五年里面，他就已经开了City Mall、 Jalan Pantai 还有 Imago， 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去看到底有什么好吃。 Let's go。